学校很蠢吗？南瓜豆浆，然后再五谷杂粮，对，再一个五谷杂粮，还有呢，然后还有什么？你可以帮我拿。对，五谷杂粮馒头。五谷杂粮吗？对。一个。谢谢谢谢。没关系，你弄起来，我不理你，我不理你，
在应该深有吧。因为我们现在政府推这个安心防疫，慢慢，慢慢起总共25个哈，卖完了，卖完了。不然我黑糖核桃改那个杂粮坚果，杂粮坚果好，杂粮几包？一包五个，五个。
五米啊，我们这个东西都没有甜的，没关系的。我问我自动叫他。瞬间是黑幕了。你要黑木哦？对，我要黑木。然后，它这些白色的都是豆浆吗？全部都豆浆。这个黑豆、黄豆，对。黑木耳可以跟芝麻加一起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哦，那我跟芝麻加一起。放进来啊、哦。
巧，好吃啦，好吃啦，你都讲的我都没有吃过，那你吃看看。来来来，欢迎你，欢迎你，是的，这个没有，来这有包核桃呀，核桃的要哪里做的？核桃，欢迎你，核桃没有。要洗衣服。